到16层看一看，从这边看看。卖不了你做客。这一个小白铜的小墨盒，青白铜，民国的，上面是王雪涛款的。这款是当时的主人。王雪涛是书画大家，和那当时在北京和齐白石在一起混呢。这个墨盒应该价值在，不是这我说这个价，当时我也是看一德格，后面是一德格，一德格不就墨吗？对，一德格墨有名，是民国时候的老字号，一德格。这个东西是老，它是不是王雪涛书画大家王雪涛本人的？做生意痛。这个就有待考证，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老的。小写一花鸟的开宗立派创始人，这不是说一般的人，这是这个东西，拿了，再看看老板还有什么东西。雕芒赋的墨盒。带的东西不少啊，理论知识讲解真到位。你可拉倒吧，还讲解到位，一瓶不满半瓶逛呢。你像我就是买个热，看着好看特色。女青年恋法报啊，那个时期的，5、6期的，这。口后包的还是怎的？没有，原茬。原来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酱口。这包的呗。不是包的，酱口。我看看这是酱口吗？啊，不是包的。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包的，我一。你看它做工精细。是。一般的没有。做这本儿，我先。手绘的那种。是手绘的，是。这种呢，这些花骨也不错。对，这种都是大样品。当时的样品。样品。单色釉。单色釉。天蓝釉。这是手把件，天蓝釉小花骨。对，白件都行。没有。这是天蓝釉的一个小花骨，这是一个手把件，这也拿了，放一边。两个小件儿。这炉子挺好，好几万呢，是吧？这干不动，这个手头真好，这炉子手头真好，好炉子。苹果墩翻千了都，这面。这几个小玩意儿挺精致的，这小玩意儿小卫星，四个小嗓钉，这玩意儿挺有意思。